我们这一款药皮的适应症呢，就是对于这个成人，他的这个新冠轻中度的新冠肺炎患者，伴有这种高危的风险因素，那他一旦得了这个新冠肺炎感染了以后，他更容易发展成重症或者危重症，这个就比较风险高，所以这种病人是非常适合用的啊，它能够减少，刚刚讲到可以减少这个转为重症的这种风险。那么青少年呢，是12岁以上，大概体重大于40公斤都可以用。当然他说的是附条件上市，就是我们未来还要做一些临床试验来累积更多的数据。